到大门口了，所以基本上这边的停车位真的是不多，对不对？不多，不多，所以千万不要开车进来。嗯，平常日或许可以。对啊，不然你看哦，沿途啊，我们上次停在这个地方，可是这边很难停啊。啊，他从这个巷子进来。对，太难了。来这边的话，你看这边，哇，要等的这个进场的车子好多。看，所以还是怎么样？早一点来。要么你就早一点来，要么就搭捷运来。搭捷运最方便。搭捷运很方便。好，这个路口继续走哦。这边就是大湖山庄街，在山坡上。还有全联，不错哎。路很小条啊，真的不太适合开车进来。这个沿路都还有停车格，但是能够停到格子的机会不高。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这是猫头鹰。一开始我们要干嘛？要爬这个楼梯上来，对不对？对，爬石阶。爬石阶，哎，它沿途好像做了很多这种布置，还蛮可爱的。嗯，有这种爱情的那种造型，应该是近几年做的吧？对啊，因为后来做的，所以这边还可以让大家拍照，还不错。然后空气蛮好的。然后沿途这样慢慢的走上来，还蛮养生的。很多人来爬哎。你看那种适合，因为难度不高了。全家大小。全家大小都可以来走一走，而且你看蛮空旷的。哇，上面一上来，看下去应该可以看到他说的那个花海。嗯，来，赶快来寻找传说中的。花海在哪里呢？花海在哪里呢？哇，今天消息才刚公布，就蛮多游客来了。哇，还有狗狗耶！哇，你看，哇，看得出来是五色鸟吗？哦，听说这是五色鸟，是不是？嗯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五种颜色算一下，嗯，红的、橘的、黄的、粉的、紫的，对，五种颜色。五种颜色，哇，好开心哦！哇，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内湖的大沟溪生态治水园区哦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生态园区，可以防洪治水，又兼具这个休闲的功能。然后最近呢，这个有没有看到后面好多人来看这个花海？这边有40000盆花哦，然后构成一个五色鸟的图案，所以现场吸引了非常多的全家大小一起来这边看花海、拍照，对不对？还可以遛狗，然后全家大小这边吸收非常棒的空气哦。现在正好是最佳的观赏时期，不要错过哦。哦，好可爱哦！豹豹，豹豹。啊，你把它装扮的变成小恐龙，是小恐龙哎！哎，以往这个地方你们有来过吗？哎，好像没有来过啊，第一次来嘛。嗯。啊，因为市政府把它弄像这样的话，你觉得说还蛮好看的吧？好像还是市政府弄的。哦，是市政府弄的。哎呀，感觉还不错哈。太过去。你要不要来？真的，谢谢。不用，不用。对，你就拿地头拉到最低，有没有？哇，然后马上置身在那个大瀑布，有没有？这里，这边你要蹲出来一点。你蹲出来。不用拿，这样很快。好了，好了，来。哎，我们走进去，走进去。刚好
掉了嘛。